Hello，大家好。那我是刚参加完这一期 Paramashiva Level Two 第8期的课程。那我感受到，当我决定参加这期课程的开始，我就跟大师有了很强的一个链接。那从这一刻起，发现我的生命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就好像有一种很强有力的力量在支持着我，在引领着我。那在这16天的课程当中，我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。那首先呢，在这16天的课程里面，我学习到了吠陀的科学和宇宙的智慧，这样很强有力的认知，真的让我从过去的那种会有些迷茫、会有些无力的状态，会立刻走出来。所以，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是非常需要强有力的认知。而大师他是能够给到我们非常正确、非常科学的强有力的认知。当我们感受到这个强有力的认知，并且把它们植入到我们的这个肌肉记忆和生物记忆的时候，会让我们的行动变得强而有力，从而让我们在生活中显化出更多的行动，显化出更多的生命的面向，去圆满我们的财富、事业。婚姻关系、家庭关系等等等等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感受到的大师的强有力的认知，让我会觉得自己的意识的维度有提升非常多，会有跟这个宇宙的一个维度相链接，有感受到宇宙的这个能量，在感受到宇宙的能量的时候，这个同时也会放下了这个内心很小的这个自我。在以前我的生活当中，会把自我放得特别大，会觉得自己，很重要，会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，会有时候会陷在自我的情绪和状态里面。而当我链接到宇宙的智慧和能量的时候，在那一瞬间真的感觉到，自己的小我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小的。而当我链接到宇宙能量的时候，那种喜悦感跟富足感是很难以言语的，非常大的一种喜悦，非常大的一个喜悦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会有超能力显化的环节。在超能力的显化的过程当中，就是通过我们去由强有力的认知来显化出我们的行动。那以前我会觉得这样的超能力的显化，在以前的过程中是不太可能实现的。以前的很多的认知，在二元的对立的逻辑的那样的一些认知，会很障碍自己，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啊？那个怎么行？我们总是会用这样的很负面的否定的认知去障碍我们自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有那个能力的，但是这样负面的认知就是障碍了我们的一些行动。所以在超能力显化的环节当中，我也是越来越感受到，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一个能量会越来越的多的显化出来，在显化出的同时，我就立刻感受到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我的行动力就变得很强。以前可能每天会要睡，感觉睡觉睡不够，但是当，深层的生命的意识被唤醒，并且意识的维度提升的时候，会发现你每天的行动力非常非常强，会觉得，不会觉得从以前的那种状态里面，懒惰的状态里面会有出来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生活也是强而有力的，那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圆满了很多的关系，我又圆满了跟我往生亲人的关系。还有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，还有我的财富和事业，所以真的在这遇到大师之后以及参加这16天的课程之后，我的生命发生了非常多的奇迹。就是刚参加完课程，那我的工作就已经被显化出来了，就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，是我非常喜欢包括薪水也是很棒的工作，所以你会感受到。真的，生命每天都是在奇迹当中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课程，一定要给我们的生命一次蜕变的机会。好，祝福大家。